听着，生活就是要提升你的意识频率，从根本上，任何能提升你意识的强度和频率，你的存在，你超越身体和思想活着，任何能强化它的就是对的，就是灵修。任何降低你的意识频率的就是错的，就这样。这是一切灵修的精髓，无论你是在做瑜伽，或者涂上姜黄粉然后沐浴，或者涂上能量灵药，或者围坐成曼德拉几何图形接受加持，或者打坐诵经，无论什么，所有这些修行的唯一目的就是提升你的意识频率。意思就是说，进入最高层次的意识，称为 Turiyatita， 在你的存在层面和你的行为层面，在两个层面让 Turiyatita 成为你的现实。是一切灵修的精髓，那是一切灵修的目的和精髓。现在我要向你强烈注入 Turiyatita 最高意识水平到你的体内，明白了吗？在你的存在层面，你一定要明白，当你活在身体里时，肉身作为存在层面，思想作为行动层面，当你离开身体时，你的精微身作为存在层面，你的因果体作为行动层面。现在你的存在部分被锁定在你的肉身里，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传统中推荐了那么多的解读方法的原因，那么多身体层面上的净化工作。现在我要将 Turiyatita 完全鲜活境界呼吸到你的体内。别担心你的思想会做什么，实际上你的思想太浅薄了，我将呼入 Turiyatita 鲜活状态，合一体验，进入你的存在层面。你的行为层面并不重要，你的存在层面才是重要的。生物记忆和肌肉记忆建立在你的身体上，如果你的存在层面注入了土亚和土亚提塔，逐渐的仅仅通过你的呼吸，这就会融入你的行为中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倡导排毒净化的原因，还有吃素以及回归到自然的生活方式。首先我讲了纯然的真理，纯然的单元，纯然的真理，整个科学是由马哈迪瓦宇宙之父传给 David 宇宙之母的。我现在教的这章单位真理，单位意识，所有25个意识状态，这个加持过程和整个冥想，以及我们将要使用的能量灵药，都是马哈迪瓦传给儿子 Subramanya。 在阿格玛经中，他交给了他儿子 Subramanya， 他呢，儿子呢又传给了
后人。所以这部分阿格玛经的上师传承是由娑婆罗门雅传下去的，由马哈迪瓦到娑婆罗门雅，再由娑婆罗门雅传给其他的圣人。听着，生活就是要提升你的意识频率。从根本上，任何能提升你意识的强度和频率，你的存在超越身体和思想活着，任何能强化它的就是对的，就是灵修。任何降低你的意识频率的就是错的。就这样，这是一切灵修的精髓。无论你是在做瑜伽，或者涂上姜黄粉然后沐浴，或是涂上能量灵药，或是围坐成曼德拉几何图形接受灵性加持，或者打坐诵经，所有这些修行的唯一目的就是提升你的意识频率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能够进入最高层次的意识，称为 Turiyatita， 在你的存在层面和你的行为层面，在两个层面让 Turiyatita 成为你的现实。这是一切灵修的精髓，是一切灵修的目的和精髓。现在我要向你强烈注入 Turiyatita 最高水平意识水平到你的体内，明白了吗？在你的存在层面，请你一定要明白，当你活在身体里时，肉身作为存在层面，思想作为行动层面，当你离开身体时，你的精微身作为存在层面，你的因果体作为行动层面。现在你的存在部分被锁定在你的肉体里，这就是为什么吠陀传统中推荐了那么多的解读方法的原因。那么多身体层面上的净化工作，现在我要将 Turiyatita 完全鲜活境界呼吸到你体内。别担心你的思想会做什么，因为实际上你的思想太简薄了。我将呼出 Turiyatita 鲜活状态，合一体验，进入你的存在层面。你的行为层面并不重要，你的存在层面才是重要的。生物记忆和肌肉记忆建立在你的身体上。如果你的存在层面注入了腿压和腿压提塔，逐渐的，仅仅通过你的呼吸，这就会融入你的行为中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倡导
排毒净化的原因，还有吃素，以及回归到自然的生活方式。首先，我讲了纯然的真理，纯然的单元，纯然的真理。整个科学是由马哈迪瓦宇宙之父传给 David 宇宙之母的。我现在教的这个章节，单元真理，单元意识，所有25个意识状态，这个加持过程和整个冥想，以及我们将要使用的能量灵药，都是马哈迪瓦传给他的儿子 Subramanya 的。在阿格玛经中，他交给了儿子 Subramanya， Subramanya 又传给了后人。所以这部分阿格玛经上的上师传承是由 Subramanya 传下来的，从马哈迪瓦到 Subramanya， 再由 Subramanya 传给其他的圣人。